演哪个角色？男一。你呢？男一。就你男一。我刚演完张艺谋的《爸爸去哪儿》。我刚演完冯小刚的《我是歌手》。哇！哎，那个什么演员，这是谁？你是谁？我男一。男一啊？对对对。女一是吧？反一啊！我告诉你们啊，别以为自己是男一号，女反一号就怎么怎么着，粉丝多什么，告诉你没有用啊！现在这个年头，最不值钱的就是男一号啊！对，满大街一抓一大把。对，知道什么现在最值钱吗？导演最值钱，漂亮啊！但是比导演还值钱的就是群众演员。群众演员现在不多，全世界就剩四个啊！今天全被我请来了，有没有钱？有，导演牛牛！告诉你们，一会儿人家群演老师来了，好好跟人学着点啊！好。这男一真的没出息，男一号真是。导演棒，哎呀！四位老师，哎呀，久等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，哎呀，好激动！小飞不错啊，小飞。哎呀，旭哥，干上导演了啊！别瞎干的，可以。那个几位老师先休息一下吧。来，休息一下，咱们。哎。那个，马上我给您介绍一下，滚！哎呦，肖老师，这俩小孩男老师，别套近乎，干嘛？离远点啊！还很年幼啊，这俩。那个哥，是这样啊，别套近乎，别。哎，行。就这样站起来跟我说话，蹲着跟我说话，我不习惯啊。行，那个一会儿啊，这场戏是这样，就是男一在那个市井当中跟反一要决斗，然后几下把那个反一给打服了啊。然后几位就是市井当中穿梭的行人啊，那没问题啊，我们都很拿手啊。但是这种戏你给我们讲没有用，你得给人家主演。他们算老几？最精彩的地方都在你们这儿呢。你看这孩子，真是太懂事了，肖老师。会吗？导演好棒，导演好棒！知道啊，知道就站来，站好位置，快点来！哎，来，准备，咱就开始了。哎，好吧，三二一，走！听说你要向我决斗，我今天要取你首级。哼，我的天呀，这有两个人要打架，太吓人了！兜着走，那就来吧。呀，谁的十块钱？先让我脱脱衣服。谁的十块钱？打架脱什么衣服？十块钱，那也是。那就甜蜜居了啊！来吧，甜蜜居了啊！哥，就是他俩打我们了，就他了，哎，甜蜜居了啊！别拍我马屁没有用啊！哎呦，哥们辛苦，来坐坐。别拍马屁没用。哎，好嘞，那坐。哎，那个下一场啊是这样，就是这个男一不是赢了吗？哎，就开始吹了，就是站那个讲台上讲中华武术怎么样好，然后几位老师那个就是呼应一下。啊，这种戏我们也拿手啊。行，没事，来吧。哎，行。年幼的两个小孩子了，挺好。没事，别怕啊。来，哥几个来。导演喊开始，我们就开始啊。我蹲这儿，这灯光好，侧脸啥的。那个哥能开始了吗？可以开始。好，开始。中华武术博大精深，是用来强身健体，而不是用来好勇斗狠。哎呀，这个说的太好了，这孩子说的太好了，支持你。等一下啊！呀，孙老师，那个我说话的时候就是导演别说话。我都啊，我有两句话要说啊。刚才你表演的不错啊，年轻人。但是我觉得你一个眼神太散了，有点飘，哎，太散了，哎，有点飘，不能太散，嗯啊，哎，你这样啊，咱们几位老师给你做个示范，就是给你示范，你给大家戏来，好不好？来，刚才把你那个词儿说一遍了，哎，来，中华功夫博大精深，是用来强身健体，而不是用来好勇斗狠，谢谢。哎呀，这哎呀，说的好啊，真好，真好，支持你，小子，太好了。这叫戏，这戏啊！哎，几位老师，请休息啊，休息啊！哎，辛苦啊！导演辛苦，导演辛苦！别拍我马屁没有用，说多少回，说多少遍，哥辛苦啊！别上那边没用了，你看说戏。哎，那个下一场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个
这样，就是那个男一啊，练了几年拳，他不知好歹，不知天高地厚，然后非要一个打十个，然后麻烦几位老师就演出十个人的感觉。没问题，我们哥四个当年演过300人，太棒了。那个反一啊，你是不是演完了杀青了吧？我就杀了。没事，走吧。那个导演，讲戏辛苦了，多喝喝水。然后下一次有机会让我演男一好不好？还想演男一啊？对对对对对，你这辈子真没出息，怎么就知道演男一呢？男一帅啊！回去就好好看看自己形象，你这辈子都当不了群演，知道吗？谢谢。男一那个气质真是没前途了，走。谢谢导演。那个，那可以，咱就开始吧，好吧？没问题啊，来吧，来，咱们来啊，武装起来，好不好？开始，功夫嘛，不就是来。嗨嗨嗦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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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恰到好处啊，小意思，真的。哥几个，刚才不瞒你们说，我做了一个处理，给自己加了段戏。哎呀，就刚才他就是我们主演打我胃上，我感觉一下胃痉挛了一下，然后我就这左肩呱就动了一下。哎呀，都动了。我都加了啊，都动了。我可能跟几位老师可能不太一样。哎呀，我刚才又细细的加了一点东西啊，就在我刚才倒的那一刹那啊。就在那个镜头一下打到我的手上，哎呀，哎，我就原来动作不是这样吗？哎，我又加了一个，哎，哎呦，这处理，全在这儿，哎呦，神处理，神处理。那个这样，几位老师，咱抓紧时间，然后把下一条拍了，咱就可以撤了啊。啊，不，对不起了，啊，小薇啊，啊，我呢每天只拍5分钟的戏，啊。再多拍就累了，不行，我得走了。不是，我们可以加钱，加钱。没有，没有，加饭。马老师不走，没有。哎，孙老师，马老师，下次再说吧。马老师最守时啊，马老师人都不见了。不是你一天见谁就知道跟谁说辛苦，什么用啊？你愿意说自己在说吧，没有就。导演辛苦了，我那个大家辛苦了。